张脸庞，平凡的模样，但却能让笑容发出光。每一个梦或许很平常，但却能够温暖这时光。只要心怀希望，就会有希望，而生命的精彩在于绽放。有我们的平凡，书写不平凡，为自己的人生写下无憾。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太阳，这是来自初心的力量。平凡的梦想有最遥远的光芒，不管在哪儿都可以绽放。是来自初心的灵。